咁啊，以下呢幅图咧，我谂唔使我多解说啦。咁啊，佢本来系英文噶，而家呢度睇到，咁我将个英文咧译咗中文，我变成咁样样，大家唔使我多解说啦，都明白讲咩嘢啦吓。咁啊，呢个人啊，大家都知啦，就系而家嘅加拿大嘅啊总理或者首相啦。